你睇翻十年前嘅，其實都係進步咗好多嘅，咁所以進步空間唔係刻意去留，而係、你知道其實有啲位係嗰一刻係未做到，唔好勉強咯。機會嚟到，你咪再做埋咯。好啦，咁啊呢啲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叫 gift 嘅位，咁我就我唔識嘅 ，sorry。好啦，咁咧，咦？哇！呢、這個 call 比較易搞掂喎，因為點解嚟日本 call 先咧？因為其實日本嘢喺內地都係好受歡迎嘅，根藤啊、龍珠啊。星矢啊，阿星矢唔系啦，咁啊系好厉害嘅，咁所以睇咗先嘅要，因为惊佢哋咧，即系佢哋系好中意围住影相，有不过系好多女仔影相嘅，佢唔系影自己，即系影个 photo 好细心影嘅，好多噶。头先嗰个只系其中一个，咁影好多咧，其实我哋好中意，其实即系佢哋即系会玩女仔玩女壁噶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如果唔系影得咁舒服咧，有少少觉得似好似系 pre show 咁影。呢、这個唔影咁多啊！呢啲比較尺度高啲嘅，啊呢啲可以啦，別緊。传说我其实小弟都好中意嘅，咁佢咦似护理杯喎，不过唔系呢个可能个设定都好似系新噶啦，我对都睇过一下嘅，嗱呢啲战舰都系新嘅，系咯，呢啲战舰都唔系旧嘅，如果我冇记错，嗰个主角男嚟噶嘛，都唔系咁样嘅，系咪？系咯，系咪新嘅咧？唔敢讲，咁我影呢度啦，睇埋人先，嗱，如果睇人嘅造型咧，我就几肯定同你讲咧。是新的啦，舊嗰啲造型唔係咁嘅，已經啲 update 曬，唔係直畫翻海報，我諗係新嘅。嗱喺度又，嗱，中意雕刻人嗱，呢個 C brush 咧就係全世界都好多雕一啲不幾何型 ，sorry， 非幾何圖形嘅素材嘅最多人用嘅，而且自學方面係好比較方便嘅，係咯，識幾個朋友都係自學嘅，咁呢個就係一比一嘅。展品啦。好啦，呢度咧 Mexico 啦。
啊，呢度成扎嗱，呢、這個依家其實一間公司嚟嘅，但係咧佢就全部代理咗咧 Mavericks 啦、Medical 啦，好似 M 啊 Medical 咁咯，即係 Mavericks 啦，即係細比例啲嘅作品嘅。嗱，影埋啦，佢歐換啊，叫歐換。好啦，有啲新啲嘅嘢喎。俾少啲人睇。好啦，值得恭喜嘅咧。是有新的 Eva 的。可能講得太多嘢，因為喺 booth 又遇到啲客人啊，各類客人啦、啊。呢啲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內地牌子啊，52Toys。咁其實佢哋唔單止一個純粹一個唔係零售代理咁簡單，好多嘢㗎。啊，即係佢哋喺度整體，因為喺內地好中意話文化創作、文化創意咁樣，佢就即係佢將我哋平時我哋叫玩嘅嘢啊 ，entertainment 啊，電影、電視啊、漫畫啊。原創的玩具啊，藝術玩具啊，佢都係歸埋類一個統稱，即係話喺呢類嘅嘢咧，佢哋就會屬於咁樣，即係我咁樣講，你叫次文化又好，你叫娛樂文化好啦，佢就會咁樣去做嘅。咁就我哋會闊啲，咁係好事嚟，因為對間公司嚟講唔使限制咗佢嗰個發展空間。頭先應該係兵馬俑咧，主要帶你做嗰啲兵馬俑嘅設計啦，咁啊都係。即係變咗種嘅兵馬俑啊，咁啊冇分先後嘅，大家用個用法唔相同嘅，因為唔係天下文章大抄，而係嗰啲歷史嚟噶嘛，個個都可以用噶啦。咁你用得好，你咪勁咯。即係睇下 One Language 嗰啲，佢落玩到話玩到盡嘅，玩曬啲唔同嘅嘢噶。嗱，咁佢哋而家多咗好多呢啲，即係佢有個超活啊，睇唔到係乜嘢，超活化。超越化係咧，即係用好多中國嘅歷史素材咧，去再演變成一啲嘅藝術啦，或者創作啊，挑板啲嘅玩具咧，去出版。咁我覺得聰明嘅，其實即係小弟一路都想做呢樣嘢，因為歷史文化先最值錢。但係冇錯，你將硬生生將啲舊嘢搬出嚟咧，冇人興趣嘅。重新包裝，其實日本人就好叻，美國人都好叻，咁啊中國人都應該好叻。咁啊嚟呢啲啊，其實大方向就啱噶啦。不過我個人嘅預見咧，就係仲有好大距離咧，做到美日嘅嗰個效果同埋級數，仲要好努力。而家就叫啱啱起步，知噶啦，知道點做噶啦。Enterprise 咧，即係其實咧，日本話佢誒經濟差咗，又或者話佢誒總之係差咗啦，又唔係喎，佢 keep 住咧崩翻好多新牌子出嚟，即係有啲舊牌子，譬如即係好似退咗咁樣啦，但係咧又有啲新嘅牌子湧現嘅喎，而且實力係非同凡響喎，譬如呢啲咁樣，對我嚟講係個新牌子啦。當然佢個 IP 又係獨立啦嚇，但係咧哇 OK 嘅喎，因為如果我係後生仔咧。因為呢隻棋係好賣嘅，我哋都賣過咧，係幾好賣的。嗱呢啲咧 OK 喎，精細度又唔係太貴 ，very good 啦。而且即係你見喺內地做展覽咧，佢哋所有嗰個 display 咧同資源咧係好豐富的，即係地方夠大啦，可能啲嘢又冇咁貴啦，人手又都冇咁貴啦，咁啊可以
即係玩得好盡 ，Max Factory。咁咧，佢呢度係出大型雕像嘅。上海咧係好 top 嘅啲嘢。即係如果玩具咧，你要趕過日本咧，我諗要俾啲時間啦。趕唔到時間嘅，因為千里你唔知嘅。所以咧，啲人嚟匿埋做嘢，你唔知噶嘛。呢度就 Max Factory 啲大型雕像，其實香港係見得好少嘅。咁《流浪地球》喺內地明顯係好，同埋佢話俾大家知咧。原來咧，內地嘅原創嘅電影都可以去到呢個級數，咁連帶就係即係話佢哋其實係件好事，即係話內地原創 IP 有希望啦。因為其實有段時間咧，呢十年咧，大家都喺度問緊同揾緊，究竟內地用咩 IP 出現咧？用人哋 IP 啊，繼續《龍珠高達》啦，《Transformer》，定係話自己搞自己嘢咧，跟住又搞得唔好咧？咁又遲咗十幾年咧，之前我十幾年咧係嘅，摸嚟摸去摸唔到，自己打自己，即係個受眾唔接受啊！寧願買外國嘢嘅 IP， 咁但係咧，現在有啲唔同啦。流浪地球係打咗缺口出嚟嘅，即係因為大家認受到啊，唔好話內地嘅觀眾，連香港嘅一部分嘅觀眾都能夠認可咧，即係好明顯噶啦，即係已經打破咗噶啦嗰個困局。咁有幾多新嘢再出現呢？令到中國嘅 IP 可以自己叫做有自信地企起身呢？是最需要時間的，是最需要忍的，因為一套流浪地球是不得的、即係我成日都講啦，美國有 Marvel、DC 國企嚟噶啦，基本上、日本有 Bandai、Gundam、龍珠呢啲咧幾十年噶啦，亦都相信不滅噶啦，基本上。咁你中國而家嘅 IP 市場裏邊有啲咩呢？係咪？即係流浪地球一套戲啫嘛，係咪？佢續集又未拍。咁啊，唔知噶嘛。嗱呢昨晚好開心啊！食飯咧，我就坐喺阿橫山雲林老師嘅隔離台。咁咧，我亦都真係唔知點解會坐咗喺主辦方嘅主禮嘉賓嘅隔離位。咁如果大家見到我坐嗰個位咧，大家唔好誤會啊！我方便我拍嘢啫，其實。咁點解坐咗隔離嗰位先生彈起身致辭嘅？嗰、那個係一個應該係 Good Smile 香港係咪 Good Smile 內地嘅老總啊？咁啊，昨晚當然啊，工業收音老總啊都有支持啦。咁啊，好開心嘅嘢咧，其實佢哋個支持咧係好 friendly 嘅，係好 casual， 即係佢哋好講禮儀，但係咧佢都令你成日感覺好舒服，因為我哋去到呢 small 部呢度乜鬼都唔識噶嘛，乜鬼都唔知噶嘛，坐喺度就諗住食餐飯啊，餐飯走啊，咁又唔係喎，又幾開心的。